尊敬的侨委会副委员长，以及侨委会前张委员长，我们立法院蔡委员，在场的许多贵宾，各位侨委员、侨界的代表，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今天我非常的高兴，专程啊从马祖坐飞机来参加今天晚上的晚宴，非常感谢侨委会的邀请，感到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谢谢。马祖旅游票选全世界必去的十大小岛，马祖市排名第五，因为它非常，谢谢，因为它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岛屿生态，以及许许多多鬼斧神工的藏民建筑，以及保存非常完美、非常漂亮的闽东聚落，像极了地中海的风景。CNN 也报道，马祖的梦幻蓝眼泪是世界上十五大奇景之一，是一生必看的一个自然奇观，所以说它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我希望各位侨委员们在下一次再回到国内的时候，抽空可以来看一看马祖这个非常美丽、非常有特色的小岛。那马祖除了它美丽的风情、美丽的生态之外，它还有全世界最好的白酒，就是马祖高粱酒。它位于北纬26度的地理位置，跟贵州的宝塔一样，因为气候、因为湿度，很适合酿酒。再加上马祖花岗岩的地质流出来，含有半罐石的泉水。再加上我们许许多多坑道，就变我们长久储酒最好的地点，越陈越香。今年的国庆的晚宴指定的白酒就是马祖高粱酒。我们蔡总统喝了一杯后，哇，他说比金门高粱酒还好。所以今天我特别带了马祖十年窖藏坑道里面的陈高，希望各位贵宾、各位委员可以品尝一下。也特别谢谢我们吴委员长的用心，精心挑选了我们58度的高粱酒作为各位委员的伴手礼。各位是不是给我们委员长热烈的掌声？热诚的邀请各位委员，过几天你们可能就回到侨居地，下一次回来，热诚的邀请大家抽空来马祖走一走，走一走。这里曾经是战地前线，现在是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美丽的小岛。马祖，欢迎大家！最后，祝福所有的贵宾、各位委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刘县长，接下来请美国迈阿密地区许兆会侨务委员代表全体委员及列席人员致辞。接下来有请今天晚宴的主人，我们侨务委员会的大家长吴欣欣委员长为我们上台致辞。有请委员长。马祖的县长刘正义刘县长，
高。我只跟各位找委员报告，谢谢你们坚定的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支持台湾，谢谢你们帮国家做了很多事。小委会，还有我们所有的官员，台湾的乡亲都多方积极的为国家所做的努力来打，谢谢你。我要亲手把这个奖送到你们手上，然后一一跟你握手。